洗发水选不好就会越洗越油，越洗越秃。今天就带你们去找一找超级好用的洗发水。Let's go！ 选洗发水一定要看好成分，像里面含有月桂醇、硫酸酯钠的刺激性强，经常用反而会容易掉头发。所以接下来我推荐的洗发水都无敌好用，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哦。哈尼的安迪花籽洗发水，这个好像蜂蜜啊！这个也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，它是一个日本的天然有机护发品牌，它还拿到了今年 COSME 洗发部门的第一名，深受日本女生的喜爱。它里面添加了麦卢卡蜂蜜，可以修复受损发质，还添加了摩洛哥坚果油和玻尿酸，是无硅油的温和配方，它的保湿效果特别好，据说特别适合烫染发质。我们买个颜值最高的哈尼回去试试吧。它的质地很像蜂蜜，而且闻着有一股很清新的花香味。哇，它这个起泡速度好快啊，而且它的泡沫特别多，特别绵密。我回来了，看我头发是不是特别的蓬松，而且我今天没有用护发素，主要是我头发是那种漂染了太多次的受损发质，就它是那种蓬松的感觉，但是又很滑，看到我觉得是很滑。